感觉一切都知道。对啊，不愧是戴安娜。要忙的先去忙，没问题。还是这种小萝莉太常见了，就是我对这个小萝莉感觉好像有一点印象。而且你看，他还特别有没有那照片特别，就是让你可以看，就更加让人觉得神秘。没关系，以后慢慢玩就知道了。那就他一直都没有铺这梗，其实一直都没有这梗而已。不会啊，他一定有梗，所以才可以让我们看。钓到好吃的鱼。钓黄俱乐部的会员。哦。哇，爸爸。爸爸去当兵了。走到湖那里，哇，等一下就可以去钓鱼了。觉得无奈，他说，现在才发现。你的孩子也叫卢卡斯，呵呵呵。好，这里没事了，我们去主线吧。先上二楼。まさに絶景だな。いや、太美啦。アークスで写真なんか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ね。この光景、どこかで見たような。天气晴，观察已经进入第七天，没有看到任何东西。寻找葛西，一条巨大的尾巴在湖面。尼斯湖水怪是不是？葛拉湖的水怪，所以叫做葛西。可以可以。好美哦。如果是这么美的地方，我觉得在室外吃我就很开心。不然一般去那种餐厅啊，有一些这种室外其实。我自己就会觉得很还好，因为就觉得那样子卫生就会下降啊，对不对？冷气不冷气还好啊，就是你如果是下午时段啊，也会有或者晚上也是很阴凉，对啊，只是就在外面就觉得很巴西，但是如果是这么美好的风景，就绝对没问题，赞！直接从二楼先杀去二楼。哎，科科科，查水表，查水表。莱西，我已经对这个小镇感到厌烦了。我操，这个莱西超呛的。我在看书，不要来烦我。这小镇，哼，我已经感到厌烦了。纵横火的错、啊，把宝石弄丢。千错万错，都是共和国的错、啊。
家庭主妇，还以为他在跟老板问事情，有没有？招待我们的耶！利用打工的机会，这里又没有修女，你干嘛在这儿？玛雅、古斯塔夫，哇，好多人哦！大伙都在这儿。哦，他继续在这里收集情报。拉克威尔他居然不想去。没办法回去。反正那有帅哥外挂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帅哥外挂，这个我也是可以理解啦，毕竟平常我也是有拥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完全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帅哥外挂啊，我懂，我懂。会想要避免麻烦事。哇，新鲜的鱼。有问号啊，对不对？平常为什么能够锁血啊？帅哥外挂，对不对？他还要硬要再提，反正他那么帅，一定平安无事，绝对没问题。啊，你看，就像我，对不对？昨天大家都说秋葵，你是不是感冒，声音怎么变那样？不用担心，帅哥外挂一天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没事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我们都是摸着良心在说话啦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先装一下我的良心。来，这样应该有个小对聊天，制定政策，没有特意点的消息。信号很糟，摩西，あなたたち。摩西，你谁？哦哦，快点跪！还穿洛丽塔的穿着。ごめんなさい。驚かせてしまったかしら。そんなに警戒しなくても大丈夫。旅行的占卜师。私はただの旅の占い師よ。あなたたちの辿っている運命が興味深くて。他当然不会这么的简单啊。つい声をかけてしまったの。うふふふふ。うふふふふ。这么可疑的人，而且还要特别被支开，有没有？剧情支开哦。免费的当然算啊。那就开始吧。在临近的多水之处，似乎有着好的机缘呢。暗示着小小的再会，以及崭新的发现。只可惜，看来不是同学、恩师，或是打入弃子之地。哇，完全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他都知道我们是啥什么东东。小小的再会，感觉就是遇到其他的矮个子。
学姐，不是同学，恩师，对不对？学姐，学姐不是，我们的小矮子。哇，还要消失了。灵异事件，莫名其妙。我不要看你们聊天室，以免被剧，好不好？大家也要互相尊重，请勿剧透。太瞎趴了。黑发占卜师以及煞有其事的行为、言行举止，该不会？好像以前有，对不对？以前同学不是记得好像有那个有一个是占卜社的人，好像有。可是记得以前他好像没有那个语音。对啊，按照小飞这样子应该都是了。呵呵呵。我不要看聊天室，聊天室已经都知道了。但应该没错啊，连小飞都有那样的反应。关系者，可恶！我想到他在关系者呢。神秘女子便消失无踪，对吧？应该有吧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一点会把那个东京幻都的一些也会混淆，你知道记忆力混淆，但应该没记错。这有绿色的，怎么了？都可以你的帮忙。比我们大个几岁。长相和发色果然有梗。白发，年纪比我们大一点。没想到白发分校长，呵呵，年纪比他比我们大一点，那就不是了，那就不是了，呵呵，超坏。好，先去钓鱼。是不是 ？OK， 大家对话还是一样。钓鱼。钓鱼，呀！哇，这小镇人也太 QQ 了吧！啊！我还想他们去钓鱼也要打魔兽，有没有？観光客のために一応対策してるのかな？呀！ふふん、お宝発見！那为什么这里会有宝箱？路过的人都不会开宝箱，有没有？一直留着，等个有缘人。呀！算是还蛮特别的设计。行き止まりか。その先は未整備か。しかし、すごいな。看来以后一定可以走。絵を描きたくなってきます。あ、そうなり。迫不及待了，我们赶快过来。算是超小型瀑布，有没有？可是真的好漂亮哦。浩大的山峰，葛拉大瀑布，很小啊，很小啊，但很宽，很长，黑兔感觉对这里都有印象，丢西利、安娜贝尔，
找不到肯尼斯了吗？一定不要紧的，继续巡视钓鱼地点，一定有机会。深处也只有奇怪的遗迹。哎呦，获得情报，水的深处吗？是不是要看到尾巴了？哦，这不叫做深处，这叫做旁边好吗？旁边只有奇怪遗迹，说什么深处？感觉还有还想说水的深处什么？临近了多水之处，似乎有着良好的机缘。小小的再会，以及崭新的发现，原来。